你好，哎，请问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对，我们三个人，能麻烦你往那儿坐一下吗？哎，哦，你今年36了吧？35，我还没过生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你那点工资，那都不叫钱。就你这么大岁数，还担心，是不是感情受过什么挫折？我感觉你这个脸真的没少花钱。没事干嘛呢？那您这个岁数还没结婚，是你刚才那么多整容途径，怎么不整整自己？我还需要整吗？你不需要吗？如果现在坚定知道你去相亲了，他一定会觉得我姐特委屈。我就觉得你不合适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为啥非努着自己干一个这么不合适的事。就算妥协，我早恨完，最后向生活低头，我都。